觉得非常的兴奋，因为我是已经有很久没有参加线下的比赛，以前都是参加线上或者是拍影片的，就挺开心的吧，也是挺感谢老师给我的训练啊，然后自己平时也有好好的训练吧。我觉得可以对我们未来可以选择更多的职业，我将来的其中一个愿望就是可以成为一些朗读者，然后学好普通话也可以让我对这个梦想有进一步的提升。我觉得香港现在呢，就大多数人都是用广东话沟通的嘛，然后就很少人用普通话。如果学好普通话呢，我觉得对于融入内地呀，经济发展什么的都有一些帮助的。